欢迎收看 UDN TV 的翱翔高尔夫，我是林中。今天的节目呢，我们要继续来欣赏9月23到9月25在苗栗全国花样球场所进行的欢乐有缘公开赛。那这场比赛总奖金250万，而且吸引了有6个国家77位好手来参赛。那经过两轮的淘汰之后呢，现在有55位的好手要进入到最后一轮。打完两轮，暂时领先的是年仅15岁来自泰国的坎凡尼，不过我国的好手陈之敏暂时排第三名，也还有机会。到底谁能够拿下最后冠军呢？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现场主播林俊达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9月23号到25号在全国花园乡村俱乐部所举行的2014年欢乐有缘女子公开赛的精彩赛况。这场比赛呢，在9月25号进入到第三回合赛事，在前面两轮的比赛打完之后呢，两名泰国的选手呢居于领先。年仅呢15岁的小将坎凡尼是地狱标准杆6杆，而佩纳帕则是地狱标准杆4杆的成绩哦。那我的选手陈之敏呢，在前面两天的比赛打完地狱标准杆3杆，表现也是相当不错。而包括像张轩平、谢雨林还有钱佩云呢，在前面两天的比赛打完地狱标准杆2杆呢，也都还有机会呢来挑战呢场上的领先者。第三洞爬败的球洞王查尼，这是他的第4杆，从过里后方切进来，这一球不错不错。好，再补一枪打 par。王查尼呢，目前是低于标准杆2杆。Ashley 也推 birdie。佩林呢，好球。在这个爬败球洞呢，抓下了 Berry 于佩林，回到地狱标准杆2杆。第一天的比赛，于佩林是打出4杆的成绩哦。不过昨天呢，表现比较不理想。不过现在地狱标准杆1杆呢，地狱标准杆2杆呢，上一洞就抓下来 Berry， 现在是来到地狱标准杆2杆。铃木这个长推杆也是精彩，故意。陈一文则是高于标准杆2杆。谢林在过岭前切第3杆，稍微抛高，可惜距离有些不够。再来看张轩平下来 OK， 不下佩云推不是哦，可惜了，这一个球转了一圈之后又出来，所以这只 Berry 也没有能够抓下来，佩云仍然是-3。张炫平刚刚切上来这一球切得不错哦，所以这一洞呢也是顺利的抓下了 Berry。陈志敏在第4洞的第2杆。好，在启动左边，坎凡尼目前仍然是维持在低于标准杆6杆。哎，不错。看一下这个 birdie putt， 又进去。坎凡尼低于标准杆7杆了。好，那陈志敏呢，在这一洞则是打 par， 两推杆收起来。林子琪目前低于标准杆1杆哦，第7洞这个爬败球洞切第3杆，哇，这个球抛得相当的高，下来之后当然是可以马上的停住哦。打这个球呢要一点技术，抓右边，我这个球呢始终呢都是维持在右边哦。用一点子呢，在这个球出去之后呢，自己也笑出来哦，应该是该面的方向了，没有维持好。林子琪呢，刚刚是一个漂亮的切球上来，可惜回推，这个下坡呢并不容易掌握。
林子棋目前是低于标准杆一杆。谢林第六洞推 par， 来一个 ，nice。苏凯云在 par 5的第七洞，他认为这个球呢应该会顺着坡度往左边流，可惜都没有。不过回推呢还是有机会可以抓 birdie， 看一下苏凯云这一球，好球，切的没有照他的意思的，但是呢，接下来这个 birdie 推杆漂亮。卡梅尼在六洞的开球呢稍微偏右，看一下这个第二杆进来，方向是非常的漂亮啊、哦。不过从长草里面打出来这个球有点停不住，稍微过头一些些。那陈志敏呢这边则是要打 par， 陈志敏呢这个礼拜在全国球场的表现是相当突出。另外看到这是陈佩云在沙坑里面，哇，还带一点 spin， 精彩。薛林的 birdie 推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可能不够力。好，陈佩云精彩的沙坑球切起来之后，在推进的这个球抓下 birdie， 低于标准四杆了。好 ，Ashley 这个低滚球，大家看到于佩林呢，从右边推 birdie 进来，同样也是稍短。王查尼，哦哟，有惊无险，这一个球呢，转了一圈，果然是进到洞内，目前是负四，还不错。佩拉帕现在则是掉到负二，这是他在第九洞。哎，不过这一杆不错哦，看在这一洞呢能不能抓下 birdie。再来看到陈志敏，过岭前切上来，卡曼尼在七洞左边，这个球也太轻了。好，所以卡曼尼呢前九洞呢有一杆的进账啊，目前低于标准七杆在场上依旧是居于领先。佩拉帕前九洞则是掉了两杆，目前是退到低于标准杆两杆哦。所以卡曼尼目前在场上呢是拉开四杆的单独领先，那以负三的并居第二的一共有三名球员，其中包括张轩平以及陈佩云。